它分成两个阶段，刚开始确诊以后是药物治疗，然后呢，药物治疗失效呢就进入手术治疗。那么在帕金森病的药物治疗，在药物治疗有个叫蜜月期，你就在这刚刚确诊之后开始吃药的时候的前4到5年，对药物的是非常敏感，而且疗效控制非常好的。蜜月期结束之后呢，药效就会明显的下降，随着病情的越来越加重，对药物的敏感性越来越下降，那么需要不断的通过增大药量来控制症状。但是呢，药量增大以后会引起很多的副作用，让病人的病情呢症状控制的不理想，但是出现了很严重的并发症，这些药物并发症。那么所以大部分的病人在确诊服药之后5到6年或者4到5年之后，就有一些病人可能药效下降的话，就需要接受手术的治疗。药物只能大部分的控制他的症状，而且到后期他的药物的控制能力是越来越下降，这个病是没法根除的。因为老年性衰退性的疾病，它都是它的趋势是随着老年的衰退是越来越加重，我们所有的治疗只是在减缓这种过程。做手术也不能完全的根治，但是做手术能够让他的症状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改善他的生活质量，他能够明显的缓解，应该能一般都能恢复到70%到80%左右的，恢复还是不错的。就是看他的病情的情况，因为就是跟病人的这个寿命是有关的。比如说病人60岁接受手术的话，那他在70、80岁的时候，那这个手术的治疗对他仍然对他是有效的。那么这个手术呢，通常是我们要植入一个脑起搏器，就叫脑深部电刺激 DBS， 植进去以后呢，这个仪器呢，它会不停地发放脉冲电流来压制这种过度活动的这种兴奋的这种症状。那么它这种脉冲发生器，它里边有一个微型的电脑放在身体里边，它就可以控制这种脉冲发生的强度。那么在最初的病情比较轻的时候呢，这种脉冲发生的这个强度可以低一些，那么以后他的病情逐渐的加重，那么可以调整这种脉冲刺激的这种发放冲动，来逐渐的去压制他这种病情，使他的症状一直控制在一个能够接受的一个范围之内。